最深刻的，就是我去拍的时候，当时是试还在试那个皇帝的衣服，嗯，那衣服就是，听他们说是外国那边的服装师就是一手一缝的，手工打造的，对，特别特别的精致，嗯，还有上面还有什么金线啊，也太精致了。而且它好多件，但是就一件一件一件往外穿，啊，就是一层一层，对对对，很隆重，哦，就是。但穿上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震的感觉？有一点感，穿上就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，嗯，感觉皇帝的感觉是。对对对。平常也没有说每天都出一下这样的行程啊，就是，可能他要那么早起来，可能我会去偶尔会早起一点点，然后我做点什么，或者就是要早起可以这样，就是要特别早，我也可以。特别早是几点？可能拍戏，最近拍戏就是6点就行了，所以有可能会起不来，就是我不是那种，一直叫起来，我是你叫把我叫清醒了，我就会特别快起来。我比较想演那种，那种黑暗系的。黑暗系，你讲那阳光下的黑暗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有反差。哦，反差。简爱了，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看。最近在看5/3，你的手边书是吗？没有，就是最近因为学习比较重要，嗯，所以看这本书比较勤力。嗯，那将来有考什么大学有规划吗？有在规划，但是还方便透。哦，明白明白。